小碗5块，大碗6块。咱这是小碗5块是吧？小碗5块，大碗6块。嗯，咱这5块钱一碗的几个里头？5块钱的12个，6块钱的16个。我要个5块的都中。行。咱这是鸡汤吧？鸡汤高汤，鸡汤普通汤。哎，你这还怪那啥现包，现包嘞，现包它不新鲜嘞，咱这肉它都是新鲜嘞。多少钱嘞？要一大碗。好嘞。恁这一般都是卖到几点呢？一般都是11点。大碗多少钱？大碗6块。对，不错了。您那边是凤凰大象，6元。一人在这吃是吧？不能倒上小碗。小碗。给点钱。好嘞。不能不能。像恁这一晚上能卖多少碗啊？哎呀，卖没多少。卖100多碗吧。哦，卖100多碗。那不过就这一会儿，恁出摊也晚，因为这门家都成夜市了。嗯。现在城管管那个严，我看老早了不叫吹。那现包现下，反正卖给学生了都实惠，一般的便宜。实惠便宜，还得好吃。对，学生了嘴嘴刁了。嗯，现在这肉都好肉，看都知道。在这吃干啥？这个千里江的馄饨跟咱这儿馄饨不一样，它肉味儿比较咸。它要高汤熬的，本身就它肉比较咸的那个。看着是没有任何调料，但是吃出可有味儿。嗯，本身它都没啥调料，它都炒这么香嘛。炒肉，你要是买肉，你肯定炒不出来这个香味儿。咱这儿本地那种大馄饨，就是全这那个料，像十三香啦、胡椒啦，就是蘸了葱姜可多，都是大料味儿重。咱这北方人本来吃饭都是调料重。我那馄饨。吃锅子一点佐料不蘸的，都是自己放的。还有小份馄饨。好的，在这吃吗？在这吃。你那一袋是吧？给我带走。